朗读城市对话，确定按钮 Alt 加确提醒。朗读城市键盘变更，朗读城市对话，确定按钮 Alt 加确提醒。朗读城市键盘变更。开启档案或连结对话项目020，从文件中提取文字视窗档案98，新增档案按钮，转换按钮。资讯对话确定，从文件中提取关闭按 Valuable Classy 冒号工作切换器，选取 Valuable 工作切换器，桌面视窗111已选取，已提内容重新命名桌面视窗项删贴上桌面视窗项目检视井号偶意大师全集已选取，路径为复制 C 功能表项目功能表键 Valuable in 功能表项目，从新增档案按钮开启档案或连接位置 C 冒号反斜线 users 反斜线 zone 反斜项目检视输入贴上 P 功能表项目，开启档案或连接对话项目检视输入表格项目检视21-4井号偶意大师全集第16个项目共2 OK。